杰伦，谢谢，好不好听？爱不爱他？你好，杰伦，欢迎欢迎来到深圳卫视。那杰伦要不要对现场以及我们深圳卫视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上几句话？好，就是简单的几句。各位朋友，你们好吗？真的是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杰伦来到我们深圳卫视啊。小波老师，为什么您又不说话了呢？老师平常在节目上好像不太说话。对，老师平常在节目上其实很能说话，刚才还连说带笑带闹带跳。不是，你不知道美琪，他谁？我怕他杰伦呢，他。哎，老师，包老师还有害怕的时候哦。但是我今天站在这边，我这必须要讲杰伦。我们相识也很多年了哈。对，你记得吗？我们有三世。在编曲的时候，对，你那时候十年前对吧？十年前，哎呀，真的是杰伦都没变呢，对，没变了。第二次在哪里？你可能忘了。这那时候他的让我感觉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自我突破、自我要求的人。为什么？那他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当时在做了一个歌手叫张惠妹，然后呢又找了小猪罗志祥，对，说我想学跳舞。在十八号还记得吗？我有点忘记了，忘了，我记得是最后一次。对对对对对，在一个节目上面。对，那时候，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杰伦真的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地位，真的是不是凭空而来，真的是他自己努力的。对。那今天这样子，我也要借着机会，在难得机会跟大家透露一下，好让我们追踪你的行踪。好的，好的。最近什么计划？最近这个内地的巡回先告一段落了，是演唱会。然后十二月就开始欧美的宣传。我那个青蜂侠的电影即将要上映，哎呀，他懂他懂，哇，进军好莱坞的周董，哎，支持一下，对对对，哇，我记得里面有一个预告，还是这么说的 ，I give you something, it's cool， 对对对，酷，哇，老师，英文蛮标准的，啊，没有，还好，我住加拿大，没事，难怪，对，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对，其实现在也是2010年的年末了，对，杰伦在2011年有什么样的计划，能不能说给大家听？演唱会其实还是明年还是有的，好，然后明年的新专辑，希望大家也是拭目以待的，一定要。对，一定要，你不能因为有其他领域上的事情要顾之后，把音乐就这样的拉开了距离。没错，音乐是每年都要出一张的。对，对，你看大家期待叫尖叫这样，哇，真的是期待，你不能让音乐的距离变远了。好的，好的，一定要。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有接近一个近距离的时刻了。好，就是一样，将你的名字签在我们的这个祝福光盘上。对，其实杰伦也有把他的新年愿望呢留给我们苏宁电器深圳卫视跨年音乐季这个舞台上。所以现在让周杰伦签上他的名字，看看12月31号这份幸运的光碟将会落在哪一位他的歌迷的手上。看到没有，这就是杰伦签下来的光盘，你们想不想要？哎呀，真的，我先带走了，再见。杰伦，你既然这样子，要不要再丢点别的？对对，我等一下会丢双节棍，大家注意一下。哦，真的吗？对对对，真的。哎呀，就要丢要小，不要把自己人先丢出去了。不，对，我们要说啊，一会儿呢，就是我们这个幸福时刻了。我们要让杰伦为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送上幸福礼物。哎呦，是的，那这个礼物有多大呢？相当大，是12月31号，这位朋友可以和他的家人或者朋友两个人去到深圳，跟众多的巨星共同来迎接2011年。好了，那所以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有请周董为我们接着大屏幕来揭晓，到底这位最重要的幸运得主得到了他的这个幸运之身是哪一位？来，我们大屏幕请滚动起来，滚动的久一点啊，久一点，谁想得到就大声尖叫啊，让杰伦听到你的声音。万众期待，所以我们还是用倒数的声音来期待周杰伦为我们喊出幸运的得主。来，我们玩5 4 3 2，再大声一点，一停。恭喜看台2×15看台的032号这位幸运得主，真的是太幸运了，恭喜你！我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会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跟您联系。这个刚刚杰伦有提到，很担心大家冷，对不对？对对对，这样子这有点吓着毛毛的。是，但别担心了，接下来会给出什么热量？没有火爆的歌曲，什么火爆赫啊哈这样子。对，我们要继续听杰伦带给我们。我会送出两个东西，还送东西。对，等大家很热情尖叫的时候，我会丢出去。好，要看你够不够热情，够不够尖叫声了。带来这首歌曲，先丢扇子。哦，先丢扇子。霍元甲，霍元甲，有请周杰伦。
尖叫声在哪里？左边的朋友尖叫起来，右边的朋友，装一人什么人像这人家谁的你又如何凄凉的我微笑无儿我的拳脚撩妹却埋怨独自寻觅一杯江湖难测谁的强者谁在你都不理的滋味小丑你去留过去天下的豪气好了吗？哪边的朋友要接扇子啦？好啦，中间的朋友，尖叫声准备。接下来要丢双节棍了，尖叫声在哪里？哪边的朋友比较大声就往哪里丢，好不好？全部动起来！天上的人物应该必须过数万，天里面的龙马是长大有三段，这七角武器老板练练三段，虽然轻，一定都是过目贼在残破镜中他的不闪。他们的自我习惯从小就很烂，什么刀枪都过爆没人耍，这么必须最喜欢穿点贵，连个带钢，想要去喝点松山去找。怎么该怎么该，呼吸毒拿剑自斩，怎么该怎么该，七成的脸小心看。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好了，右边的朋友。